二益政坛校园十二不思议一初见，妈，边个食咗我啲蛋糕啊？唔系我，到底系边个做噶？账数可以去到二亿，但真相只有一个，睇嚟都要靠我出手啊！但好明显系，明显系要靠我啊嘛！嗯，我头先走堂出去影风景嗰阵。咁啱影到女班长偷偷地喺度食蛋糕，点解嘅？你呃到全世界，但呃唔到 Redmi Note 十二 Pro Plus 超高清镜头嘅二亿像素。头先系咪有人话自己走堂啊？二亿侦探校园十二不思议二，黑暗女厕。你們有冇听过啊？放学之后二楼女厕啊，会有个女人喊住咁样，点解要咁对我噶？点解要咁对我？唔会啩？你唔好吓我啦！我放学仲练波噶喎。真系噶，你哋睇下，咩都冇噶。吓，乜都睇唔到喎。系咪有人屈咯？二亿侦探。吓，王允利喎，账数可以去到二亿，但真相。只有一个，小心班长偷蛋糕。看下，真系有人写班长衰嘢噶。吓，咁都影到？有 IMX 766旗舰感光元件 ，Redmi Note 十二 Pro 夜拍更强，暗光环境都一样影得咁靓咁清。但系把人声点解释？找解释不如影夜色，可能影下啲嘢景下几靓。咦，又真系几靓喎！啱嘛。二亿侦探校园十二不思议三，宿敌对决。喂，手机冇电，今日上堂咪好闷。喂，侦探，上边堂啊？三啦。今次一定不会有人发现我偷吃蛋糕啦！真相只得一个，估唔到凶手都系同一个。点解又系你嘅？你头先唔系话手机冇电嘅咩？冇电，我去更衣室嘅真正目的就为咗充电。Redmi Note 十二 Pro Plus 19分钟就可以充至100%，仲够晒时间等我影低晒你啲罪证，走唔甩噶你，自首啦！点解充电可以咁快嘅？点解？二亿侦探校园十二不思议十二，再见，大家再见啦！今次小米将旗舰摄影配置到中阶机，人人都识得 Redmi Note 十二 Series。学校唔再需要二亿侦探啦！你有手走堂啊？